的时候，哎呀，曹雪，大的时候，哎呀，曹雪，曹雪太轻敌了，现在没多大力量，应该撞不倒我的吧？那就是轻敌了，轻敌了，来来，继续继续，继续加油。好，现在呢，马上开始我们的第二局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期待，预备，大家一起上，上进攻，曹雪，不要躲。啊，曹志，不要躲！啊，曹志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一轮当中呢，宣布我们本轮获胜的就是我们的三号欧阳建平先生，上风进击。好，双方运动员各就各位，这里不是游乐场，注意。是，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，给大家带来一个表演赛，左手边的就是我国著名的相扑运动员。大家好，杜海涛，我叫木土日新杜海涛。哇，真的，从日本来的日本名字呢。还可以了。现在参赛宣言是：我爱木土日新。好，来，吴昕。大家好，我是木土日新吴昕。我是，我也爱木土日新。好了，你们俩什么都别说，比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开始，来。哎，你看，哎，非常灵活，很灵活。攻击，上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敢撞我，你敢撞我就掐你。对，用旋转大法。加油，加油，过来！顶住，顶住！我真的觉得像蚂蚁撞大象，我加上他们两个，加上他们两个都推不过杜海涛。这个时候。转晕他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两位女生，看看她们究竟谁能够取得本轮比赛的胜利。来，我们有请她们入场，有请。横丹对横脸。在开场之前，给大家介绍，这就是让海涛念念不忘的黑裙子美女。来，海涛。海涛，我觉得不用喊，他一定会在旁边。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，来上场，上场表示支持。来，我把话筒给你了。哎，好巧、哦，我本来刚刚在旁边休息，就是有股莫名的能量把我吸到这里来了。缘分呐、啊，缘分就是你刚才那造型。没有了，我这样吧，我就是给他一点动力，好不好？怎么？啊，对不起啊，那个你也挺好看的，我就给他点动力。这样吧，你如果可以赢了他的话，我就完成你个愿望。我想要一个海涛哥哥亲手签名的木日金，终于想起来出名了，恭喜鼓励。我也想要，你也想要，那就这样，这本书两个人亲自签名的。